我关心的是，该市警方日前接获一名妇人来报案，知情到厝内外头，带着行动不便的翁婿外出之后，真久拢无回来，请求警方来协助。警方接获通报之后，马上赶往现场来帮忙找人。日前警方接到妇人通报，表示厝内外头带着行动不便，加上失地的翁婿外出之后，真久也未回来，请求警方协助。警方接到通报之后，马上赶往现场，依照外头有可能行的路线进行搜索。最后在南兴路甲信兴街口的附近的定安宫，发现这名男子的身影以及外头。日前警方接获民众报案，供称说，有一个80几岁的老翁。由家里的外劳推出外面，拜拜散步，那一直到晚上，7点钟人还不见，回到家里，那导致于，拜托警方前往，协寻，那警方接获该情资之后，那立即在本辖的一些重要路口以及分析研判。有可能去的地方，后来在本辖南兴路发现该老翁与外劳。警方表示，这名外劳来台湾三天，并不了解自家附近的路线，即系唔知影回家的路。警方找到之后，也马上将妇人的翁婿护送到厝。妇人一看到翁婿平安到厝，也非常感谢警方的协助。新闻台屏东记者采访报道。